快快给我们！动盾回收作业。 开始部署斗魂。我刚取得某种管理员权限，现在我应该可以控制这座设施了。 等我一下，我来把门打开。什么？天哪！防爆门关起来了！哎呀，赶快大闹一场，把门弄开！ 剧毒样本成功移除。
正在开启消毒室。吾乃母仪天下清明恒矮大数据研究机构负责人，简称母亲大人。启动清除程序。范围内。启动解剖程序。进行核能室排气作业。启动排气区，解剖一路新人。Yeah!
常，安全层级回复正常范围。很好，成功了！只要抓到诀窍，要搞懂这种科技一点也不难。设施系统受损，请多加小心。看到你真是太高兴了。根据我的推测，这里应该是某种研究设施。这里名为奥迪尔，此研究设施之目的为囚禁古汉并加以研究。很好，所以这就是掀起食人妖到处作乱的原因了。不过泰坦为什么要留在人眼里？你找到答案了吗？哎，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得在疫情变严重之前赶快解决古汉才行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听起来可疑，你们动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会看看泰坦还有没有隐瞒其他秘密。
我听过恩诺斯手下的故事，不过从来没想过会亲眼见到，真希望我不会再看见那种东西。第一控制台启动，重新建立能量矩阵。